我能瞅一眼不？滚！咋又来了？我这回就给这儿。那我不去了。这丑金毛子也忒能说了，这一屁眼子小金毛，这哪咋学嘞？不行，咱得想想怎么整死他。你再说一个试试。马犊子，这不扯呢吗？这太吓人了，得亏我反应快呀。把相府抽了，来打五个抽筋毛子，不行，气死不行，那你上一万块钱少给行，你这个去呀，孩子。所以打不过你爹，只能对你下手了。哼，这一种是你爹曾经刁难的郭金水。再来个爆头啊！哈士奇，我去你的！刚才正正咬儿子的，你砍岔了。臭你妈的，你给我下死狗！我告诉你们，跟你们俩娘家别来得了！少跟我拼命的用语，好，今天给你打成个狗熊拳，我吃你的！那个西伯利亚丢狗了。